妈妈当时气得头发都竖起来。不过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说什么？他说我很像年轻时候的他。你说他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呢？我怎么不明白啊？夸你。哎，你还是把病传染给我吧。我想吃水果罐头。水果罐头里面全是防腐剂，你要想吃水果的话，我去给你买新鲜的。以前我生病的时候，爷爷就给我买水果罐头来的。我以前吃药都吃不好，吃了水果罐头劲儿就来了。可是。罐头，哎呦！我要吃水果罐头，你给我买水果罐头吧。好，你等着。水果罐头，水果罐头。老爸，你不会真的想自己做罐头吧？开始。